前面这四个是啥玩意儿？笨仔岛啥时候又有这么好看的蛋仔了？好家伙，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是商店又更新了赛季盲盒了。但是不用猜也知道啊，我现在的蛋币肯定又是零。哎，我的号上哪来的一万蛋币呀？难不成是刚一知道我穷困潦倒，特意给了我蛋币充皮肤吗？我来！去你丫的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王卡，大事不好了！我刚刚充蛋币不小心充错号了，你快看看，是不是你的号多了一万蛋币呀？哎，合着这一万蛋币是小紫的呀？兄弟们，你们说我该不该承认呢？这是应该承认的扣一，觉得不用承认的扣二。身为优秀的蛋搭子，咱们不能坑人家蛋币呀！哎，都看好了啊，接下来咱们应该这样说，哎，啥蛋币呀、啊、我号上压根没有啊。完了完了，这可是我攒了好久的蛋币啊。哎呀，用小紫的蛋币抽奖还是第一次呢。放心吧小紫，后边我会还你的。来，一万蛋币换成1000许愿币。开抽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点个赞，因为点赞越多我欧气越多，点了赞的这赛季抽奖通通欧气爆棚。好，哎呀，兄弟们，先来个开门红啊！第一发十连，直接给我出个皮肤。你好，你别笑。不是啊，你这给个蓝皮就有点不礼貌了吧？拜托，面弱哎。没事啊，兄弟们，问题不大。瞧瞧这一发，这不就出紫色皮肤了吗？所以不用着急，好运终究会降临。哎。不是啊，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刚刚明明是紫色的呀，不会又是抽到啥紫色表情动作了吧？我的妈，这不是上赛季的动作吗？刚毅，你不厚道啊，拿这破动作来充数啊！给老子闭嘴！来，第三发十连了。话说也该出至臻或者紫皮了吧？好家伙，咋是个紫色饰品？这紫色皮肤，我难不成要保底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不出可能，这第四发总该给我出了吧？我来，我服了，想不到我一开局就要大保底了呀！哎，既然保底，那就许愿出个紫色的小鹿，老天保佑，千万别给我出那个两分豆啊！嗨，来了！不是，这怎么不想要啥偏偏来啥呀？话说他跟隔壁盖碗啥新鲜的染色款相比，简直就是换身衣服再重新营业呀！总感觉抽完自己更像个大冤种了呀！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一个字，绝！兄弟们，虽然紫色皮肤咱们大保底了，但是老规矩，欧气守恒定律，我相信后面的抽奖绝对是欧气爆棚。来，网易爸爸，这一发给我出个至臻安慰我一下吧。我去，还真出至臻呢。哎，虽然只是个饰品，但是估计离至臻皮肤也不远了。来，直接加速连抽，给你们看看我的欧气。哎呀，可算是把紫色皮肤抽全了。来，下一发十连，目标至臻皮肤给我出。我来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啊，怎么还给我出重复的呢？网易，别再给我出重复的了，让我看一眼采光行不行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是啊，这蘑菇咋还变着颜色给我上啊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和修出墨联动了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刚毅还不给我出至臻是吧？真以为我不敢说狠话呀？来，献祭我十年阳寿，赌这一发出至臻。我操，这个人这么屌猛吗？来了，不是，真就声控游戏了是吧？你好，什么鬼？我要的是皮肤呀！网易，你还我十年阳寿。你看看你那个熊样。得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130抽了，看我一鼓作气拿下至臻，给我出，给我出至臻。不是啊，难不成今天真的要大保底了吗？我还就不信了。来，直接放大招，我的欧气 BGM 来了，顺便再吸一下屏幕前观众老爷20年欧气，至臻皮肤你给我出。
哎，兄弟们，这一波我可没有大保底啊，还有最后40抽，顺便拿下隐藏皮肤吧。来，隐藏戳啊！隐藏，你别藏了你啊！不是啊，我彩虹币都没了还不戳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去捡点蛋币啦，掏掏这个挂鸡蛋的屁股。蛋币到账800元。哎呀，居然还真把蛋币藏屁股里呀、啊！来，最后20抽了，隐藏给我戳。最后一抽了，隐藏款，你出来呀！来了，老弟。我没眼花吧？200抽没出隐藏款，合着我真是个大飞球啊！哎呀，我哎，这虽然没出隐藏，但是至臻皮肤也足够好看啦。黑手，好你个玩卡，说我的蛋币是不是充给你了？哎，冷静啊，小子，这是我打工赚的蛋币、啊。少骗人了，我的张客服问过了，否则你哪来的蛋币抽盲盒？拿我的蛋币抽奖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？冷静，往后面还你就是了。少废话，今天你必须给我去死。